现在直播，那我要把你加进来。Hello， 等一下，我们好困难的直播，邀请阿静，你进来了吗？没有，我看一下。嗯，好嗨，ちょっと待って。Hello。Hello， 等一下，第一个小编就先来 Hello， 是跑来监督我们是不是？对啊，真的，对啊，很快就，还是我可以先把小编加进来，然后你帮我把 VBL 那边的粉丝带过来可以吗？我先帮，有吗？有。是不是要把声音关掉？对，他才不会滴，他才不会像现在这样。第五集超甜， okay. 没错，甜滋滋。小编你可以就是加入小蓝胖鸟，加入那个申请要加入我们的直播吗 ？Vigo VBL 的小编。他掉到水里面就完蛋。好，我来看看加入了，很可爱、啊。我按了，看看一下小兵有没有。那我用你的来看他的留言。小兵立马关镜头，我真是笑死。我老板亲完就跑，太可惜了啦。没错 ，Hello， 大家晚安。小编上来监督，看我们。对，小编来看我们是不是真的有认真？对，有没有认真？有没有认真工作？虽然出来玩，还是要认真工作。这个呢？看完第五集，真的是台南等级的甜。台南等级的甜，台南等级，因为台南的空气都是棉花糖做的。为什么？因为台南的食物很甜。哦。有这种说法哦，因为大家都会说台南的、哦、台南等级的甜。嗯 ，OK。为什么莉莉没有给他清回去？不知道大家在看后面那一段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莉莉最后其实有回击？对，嗯，因为其实刘莉有吓到，所以就咬了古老板一小口。咬他！有人有发现我们写了黑板，嘿嘿，没错。这样子反向镜像，对不起，我们看到的是反的，但是我们写了保留，刚走音，保留席位，尽力到此一游。VIP 还是我可以，你说你转向拍，对，试看。好，我们让大家看一个不一样。可以哦，这就是人家是什么鸡中鸡，鸡中鸡啊，就是他们看我们手机，我好念，然后是即时在，没错，耶、yeah ，就是我刚刚跟这边录影区的拿了黑板，然后说那就来写个字啊，报纸。好 ，OK， 我们来看一下，古老板好聪明，真的，一家三口，你说还有包括他吗？鸡中鸡，这个是这样，青鸟不能动太大，不然它会掉下来，它掉下来，它变水煮青鸟，对对对。今天录影，对，大家有看到那个？那个这一集就是边看边吃水饺。我们那时候给大家的手势是这个。对，这个就是包水饺。啊，这是包水饺还是沸腾水饺？包水饺也会这样。等等，我先问一下，这手势我们到底是怎么来的？这手势在后面的集数会出现。这是后面某个 PK 的桥段的时候。对对对对对对对。那到底是谁急中生智？就是
我、啊，所以来，我们这个手势发明家在这边，就是你看包水饺也是这样包，包完沸腾也是这样沸腾，对不对？所以就会包水饺，菠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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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沸腾的水饺，东西不会煮过头吗？哦，有人下班了，下班了，恭喜你，今天礼拜五你下班了，接下来就有周休二日了哦。是吧？闹乱比，我们是有根据的。嗯。现在在煮什么？好好奇。其实，我们就是为了因应我们的包水饺，我们真的就是待会我们的宵夜要来吃水饺。没错。大家不是都一直敲碗要吃播吗？所以我们就一边吃水饺，一边煮水饺，然后一边跟大家来吃东西。好、oh, ，好，拜拜，小编，你看，我们没有在混啊，我们没有不做正事，有吧？对啊，对啊，小编，我们真的、啊，我们不是薪水小偷。哎，刚刚我看到有人问说，请问古老板为什么第五集要遮眼睛亲？你觉得古老板有想法吗？嗨，股东，股东也上来监督是吗？股东嗨，股东，为什么会闭着眼睛亲？就是你在离开的时候，就是你太单纯了。嗯，就是你遇到什么问题就直接讲出来，然后你都不知道我会不会对你怎么样。嗯，所以其实我为什么会拉着你，然后一直到我闭着蒙着你的眼睛亲，是这某部分就是要对，就像刚刚粉丝有讲说你在耍坏，就是要让你知道，哎，不是每个人，你今天还好是遇到我，如果你今天遇到其他人，可能会怎样，你不知道。对，因为其实在做这个动作，它是一个会让人家吓到，会让人家不舒服的事情，嗯，因为我看不到，我直接被蒙住。啊、嗯、啊、嗯，对，其实这件事情对你来讲会，你应该会有很多不安全感。嗯，那某种程度是不是其实是不想让刘丽看到耍坏的古老板，对吗？因为我一直觉得古老板在莉莉心中就是一个很正向的人，可是因为接了一通电话，然后突然画风突变。哦，哎，什么？股东哟，亲不上这么天真的孩子啊！亲亲也是欺负啊！孤独，孤独是什么？孤独，股东还是他打股东？直接绑架我这样。这集古老板帅爆了，真的不想看刘丽天真的眼神。感觉是欺负纯真的孩子玷污、哦嗯，好像也有这么一点。嗯，因为如果你看到我的眼睛，会不会就也心软还是什么？就会觉得就我觉得我没办法做这件事，对，就不能这样。对，但是有一点就是让你不要觉得啊、哦，大家都说阿邦可以退出了，好，那我帮、嗯，因为就是手我们的那个画面会比较大。哦，好。Okay. 没有没有，我们还是要看那个、啊，你才有办法看到留言哦。只是不用看，这样子还在吗？这样子，大家晚安，希望你们喜欢第五集。没错，嗯，对啊，其实很多人，应该说。蛮多，我们那时候办特映会的来参加的朋友们都已经看到第五集了。那大家也很清楚，第五集等于说是你云霄飞车坐到最高的那一刻。那第六集接下来就是的概念。第五集到最高了吗？我觉得第五集算最高了。第六集你想，后面手机的讯息就有人回来了，然后还是其实你很有信心，根本不用担心，就是。当然，后面的剧情会讲。对，后面的剧情会讲。超喜欢的，希望下礼拜赶快来。希望后面不要太虐哦，后面还是精彩的 哦。就是我真的是，大家已经从第一集熬到第四集，开始那个牛肉面味开始出来。对啊，所以接下来就是好好品尝。
我知道前四集甚至到第五集，应该是前四集，蛮多朋友都是说哇，就是画面漂亮，然后我们的故事人就是平铺直叙的，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我想说，这就是我们保留席会给大家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观看的体验，就是真的像煮牛肉面一样，前面慢慢的炖到后面开始第五集要冒泡了，那接下来就是要怎么去调味。最后 IG 账号是莉莉角色账，好像是耶，但我不知道，不在这边啊，是说那个戏里面的，戏里面有一个有拍到我的 IG 哦，对。一开始在古老板怀里醒来太幸福。第六集要准备卫生纸。第六集要准备卫生纸吗？我想要第六集吧。其实我们还没看到第六集。对，其实我们很坦白讲，我们第六集还没看到，我们连第六集发生什么事都不知道。但没有，我们有剧本，只是我现在在回想我们那时候拍的内容是。但是我觉得大家都还是要准备卫生纸啊，因为你边看剧吃完东西，你要擦擦嘴巴。所以你接下来从第五集以后，就每一集都要准备一包卫生纸。对，第六集要吃什么？我们到时候再来告诉大家。哦，有人说已经饿了，是不是？哦，开始了，是不是？好，我们等一下来煮。姑父哎 ，Hello，Hello， Hello. 为什么晚上没洗澡？洗澡还穿海报装，因为他醉了，他醉了回我家。对啊，就是，毕竟上次我换衣服是他帮我换，但是他这次我就让他直接睡我的床。小男朋友都熟了。哦，我真的烫，真的假的？真的，完蛋！因为他最后被融化了，被融化。嗯。没错，那其实因为我们这次来也会，我们就是想说，也不是公费旅行，就是我们自己然后来玩，然后想说我们也会有影片准备给大家，但因为现在还是我们正片的播出时候，我们是官方那边有很多就是甜甜的糖等花絮啊，还是说另外的东西会给大家看。所以我们这一次出来的内容应该会在比较久的以后再会给大家来看我们这时候到底在干什么。嗯，我没错，我们就是一直玩啊，好快乐，一直玩。突然想到第一集画面细火慢炖到调味的重要时刻，如果没调味调好整锅倒掉，不要太嫩。我只能说他很聪明。对，其实第一场那个画面，那个对，其实我们如果大家现在，因为你有买那个 BBL Series YouTube 的会员，你可以看之前的集数，你回去看，你会发现我们都是有在铺垫一些东西的。那刚刚包子刚刚讲的，我只能说真的蛮厉害的，只能说就继续往下看，对的，你们喜欢看哪类型的电影？我们先来回答一下这个。你喜欢看什么类型的电影？我喜欢看悬疑，就是那种烧脑那种。我可以，但是就是我好像除了鬼片之外，我什么都看。但就是恐怖片，我会稍微躲一下。所以我所以在今天的剧里面，第五集才带你去看恐怖。嗯，就现在是阿仁教、对啊，阿仁教了这样，然后捡来用。对，在那边，他讲的自己很厉害，这样。嗯，就是、怎样小姐称赞了包子，你很棒。哦，对，听说今天晚上会有流星雨。哦，所以我们等一下，我们刚刚其实有观察外面的天空真的很干净、然后也可以看到很多星星，所以 maybe 今天可以，希望运气好，我们就可以看到流星雨。今天晚上会喝酒吗？好老实哦。水好像滚了，水好像滚了。哦，小编在
在画圈圈的，对啊，他在画圈圈的，你看他用文字画圈圈，在那边用文字召唤我们。没有啦，其实我们刚刚已经滚了，只是想说我们先把它关起来，先来来来煮水饺，煮水饺哦。刚刚有人把悬疑听成悬疑，他最喜欢看悬疑，悬疑也可以是悬疑的。刘迅是昨天吗？诶，他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没关系，反正我们等一下会一起去看星星。因为我觉得今天外面，我们这边其实说，因为我们刚刚跟这边的老板借这个地方让我们直播，然后其实其他地方都没有光、没有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大片的星空。对，而且它旁边就是溪。你说锅里为什么没有吃的？因为吃的水饺还没下，水饺在旁边。我们要等。欸、在他滚之前，我们是不是要从水饺师来好好的跟大家复习一下？对对对对对对对。等大滚要加冷水，水饺皮才 QQ 的。我好像没办法去拿的。嗯，没关系啊。你要先让他滚吗？对啊。我们现在真的很 real 的，真的就是在煮煮煮。这么晚才吃，刚刚有吃东西吗？有，刚刚有吃一点。我们刚刚烤了肉，大家应该有看我现实动态吧？就是烤肉帅气的背影，就是狐狸阿静。今天是什么馅的水饺吗？今天什么馅水饺？我买什么的？我买素食的。对，素食的。蔬菜的。你们包的水饺真的很点点点，刚看完花絮无言。哎、欸，包水饺超难，很难哎、欸。而且它那个，你要沾点水，然后对对对对对，我们其实线我们又不会抓。我们其实今天原本最完美的计划是我们要包水饺，但后来发现不行，一搞我们可能这直播可能要三个小时，所以我们决定还是买，就是现成的。欸、它是不是要滚了？还没。还没，嘿嘿。阿旭都在说古老板很渣。哎、欸，他清完之后就落跑了，而且是那种挥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那种。不啊，古老板就是他有他脆弱的地方，所以他不是渣，而是他有的时候有他的保护色在。然后，反正现实生活中的阿静不扎就好。今天有笑话吗？今天有笑话吗？哎，今天有笑话笑。我们要看你们吃播护卫水饺。哦，又许愿是吗？嗯，这些。海底生物 and 蔬菜 and 就是我，反正就是生物们，蔬菜的生物们，今天好像没办法变魔术，怎么变魔术啊？在那边要怎么变？我们可以把水饺从下面然后变上来。今天消防希望不要太冷，徐玄宇不带走。吃播，这集古老板亲莉莉的时候是有情绪的，让人很心疼。哎、欸，水滚的、欸，好，我们来水饺师，水滚啊！嗯，看到，哇哦！先把它放旁边。那我来下水饺吗？好啊。好那是几颗？下个，去下两个。再两排，好、哦，十颗。那要焖着吗？要，但是你要搅它，不然它会掉变。等水开，水滚，丢下。我们在烟雾弥漫的炉边，等待水饺熟了浮起的那一刻。我们一起审视合力完成的作品，然后。
大家有没有觉得在看那个就是水饺师的时候，讲那么多，然后吃掉没了，我就烦嘞，想说是什么梗，然后还以为是会有什么东西这样。但其实就是这样啊，我觉得他虽然水饺师里面写说吃掉，但某部分就是你们两个一起把你们两个完成的作品让它消化掉。那个消化有很多，不管是心理上面的消化，或者是都可以。嗯，主要是买的，对，是买的。嗯，现在来吃掉，不行不行，它还没滚，还没滚，它还没煮熟。OK， 蛮好帅，小贼。看不懂，把手垢也吃掉。嗯，包水饺一定都是消毒，对，一定是非常手一定是非常干净的。除了吃掉水饺，吃掉人吗？嗯，敬请期待哦。给你一个表情，你自己品尝。期待哦。一下班就来赶直播，完全不知道第五集做了什么，好痛苦。哦，那就。没关系，你先直，我们不会剧透太多，但就是基本上能讲的就是那些。你等一下赶快回去看第五集。对啊，这样就可以了。还没，还没。哦哦哦哦。水饺不要煮到破掉。两位老板在煮水饺，我要去吃宵夜配直播了。去，快去。比如说我们的戏啊，或者是我们的直播。人都会让大家觉得有点饿，毕竟保留席位就是吃东西的。真的，我也是先来看直播，还没看第五集。来，有看第五集的，现在赶快告诉还没看第五集的人有多好看。吃水饺喽！等一下可以示范如何共吃一颗水饺吗？小编已经叫八叉云叉的集，而且他还要多一个集。的水饺外送，希望可以，可以啦，可以。我们大概会直播到9:30左右，现在这样应该来得及。嗯，快点，还没看第五集的，现在下面的人就告诉你说超甜，非常好看，这集甜度爆表，很好看，超甜，老板加的，老板不加，老板不加，老板不加，很甜。其实我觉得从第四集开始，我开始。带你去体验，比如说去在水族馆，对，在水族馆，然后带你做这一些东西，嗯，其实应该就会有人觉得，哎，古晋根本就是情场高手，然后什么东西都知道，嗯，但其实他也会有，他没有自信，他觉得他自己不配这个不配上你，就是，嗯，对，所以其实越到后面你会越发现，哎，其实他有这么有自信的人。他相对他也有不自信的来源，嗯，大家都是一体两面的。谈了这集很甜，下集不就开虐？老板很直球对决，只好把家里的冷冻库水饺也下锅了。耶！吃起来，吃起来，大家来吃水饺。吃起来，好像很没手。还是我们要跟妈妈住？因为他现在不知道是冻伤还是怎样。水饺冻伤。对啊，因为他有两个，这集哎，欸，有人写了一个很好的总结，他说这集总结原来水饺是甜点，所以古老板也透过莉莉治愈自己嘛，是啊，嗯，是啊，是啊，是啊，绝对是。我觉得两个人是都是互相的，就是不今天不管是古老板还是刘莉，或者是说现实生活中的每个人。遇到另外一半，其实你们都是在治愈彼此，然后也是在彼此的眼光中找到更有自信的自己，然后两个人变得更好。嗯。直播会留档吗？现在人在问，我等下会记得留档，因为这是用我的账号直播。莉莉根本是掉进大野狼嘴里的兔子。古宅甜点，欸，甜点好像真的没。说我们市里面的食品，蛋糕，对，真的蛋糕。
像那个刘丽啊。有啊，那个你那个糖果，甜的，就那个你跟蔡杰他们吃的棒棒糖。那不是棒棒糖，那是冰淇淋。哦，那冰淇淋啊，对啊，冰淇淋。这边可以破梗吗？就那冰淇淋其实不是冰淇淋，它不是。大家可以再回去看一下第一集，我们下一集再来告诉大家，就是刘丽到底跟蔡姐在湖边吃的东西是什么。就你们看可能是，我后面不会知道，永远都不会有人知道，就是我拍的人知道。你们看可能会以为是冰淇淋，但它不是冰淇淋。水饺是不是没在滚？有在滚。锅盖要不要盖着比较容易滚？刚刚就是已经滚了，我再把它拿起来。没错，因为它太滚会直接冒起来。有人问说，古老板怎么敢咨询阿仁恋爱技巧？要看阿仁这样，他很厉害的。就其实我都从他身上学的。对，盖子要盖起来，孩子，不要，我们就是要让你们看，滚滚中的水饺。不不不不不不不，我们要叛逆，我们是叛逆的经历。嗯，滚了，没错，就跟第五集一样。可是水饺滚了之后还要焖啊，是吗？哎，对啊，没有就直接让它滚了。好了好了，他们说反正吃的不是我们，因为它焖，它最后你要一直关注在里面的，因为它有时候冒泡冒太多会整个溢出来。哦，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我自己啊，我吃水饺我不是用这个，那不用微波的。水饺可以微波，水饺可以微波，就冷冷冻水饺微波。大家可以去查一下这个水饺怎么微波这件事情。对啊，有熟就好，不会吃坏肚子就好。看你们吃到没熟？不会啦，不会。好像差不多了。有人说日本粉丝说你们两个都是情绪稳定的人。哦。我们都是情绪，是说刘丽跟古静，还是说原本人？我也不知道。两位吃水饺，沾醋还是酱油？你沾醋还是酱油？我是酱油。我都有哎、欸，我会打黄酸酱一点，我会加酱油，主要是酱油，一点点醋，然后跟一点点，然后有时候就是酱油跟辣椒，然后有时候就是酱油膏。哦，对，酱油膏，对，这不一定。小蓝胖鸟呢？小蓝胖鸟，哎、欸，你不要走啊！你走去煮它，不行嘞。对啊，水锅不会烂烂的吗？不会，水饺沾酱油比较好吃。哦，其实我们今天要准备酱嘛。对，我们刚刚在超市买的。再加水煮一下，然后搅拌一下，避免水饺破掉跟粘锅。哦，粘醋比较健康。古宅新菜单真奇妙。哈哈。那也太可怕了。对啊，不行不行不行，那也太可怕了。大家又在 cue 外套没有赞助 ，again 没有赞助，没有赞助，没有赞助。哎，对啊，原味。其实原味也不错，就是看里面包什么。嗯，因为其实现在很多水饺都做的蛮有味道的，九层塔。对啊，你看你加辣椒吗？不可以吃胖。想穿同款外套，哈哈。哦，米卡来帮大家解释说，不是情绪稳定，说的是氛围感。哦，我今天其实他在烤肉的时候，然后我就有空没事就滑了一下我们古宅群，就发现有一大部分全部都是日文。我说哇，大家真的是很国际化，在我们古宅里面。对，而且大家日文都很厉害。学员为什么没有书中分？
今天就想长这样。天宇穿短需要注意，明天天气变冷。哦，有，现在已经感受到了。对，但是我还好，我没有觉得很冷，但我们都有准备保暖外套，因为我们知道说今天晚上开始好像台湾就会开始变得比较冷一点点。没错，今天也可以来一下角色互换吗？看看哦，好像可以了，可以吃了吗？可以吃到。今天的头发自己用的吗？没错。熟了，吃掉。你把它关起来了。对，我先吃一看有没有熟啊。好，我先吃一看。因为那个老板娘还特别给我们可爱的小碗。可爱的小碗。你不是要练习日文吗？我们是在帮你们预习。就我们比较抱歉的是，我们日文目前就学到50音的部分，我们还在努力。多是吗？好吃，好吃哦。那你要酱吗？你先。哎、欸，我觉得不用。真假的？那我先吃个原味的。它味道挺蛮重的。今天是睡在帐篷里，哦不是，看看，哦好，我装着好，装着好。嘴角师录的时候有一直笑场吗？没有哎、欸，没有，而且他好像一次过、欸、对不对？一次还两次而已。对，一次过。对，而且我们有请嘴角师，哎、欸，我不知道他还在不在里面。有请嘴角师的作者，古道。水老师是我们第一次进录音室录那个 VO 的时候，然后股东就说这一段好像应该来点什么，对，他现场即兴做出来，真的。然后我觉得他就是把两个人的爱情浓缩在这一首诗里面，我觉得哇，这是我们股东。小编说什么自古红蓝出 CP， 这什么意思？不知道。什么意思？有人可以解释一下？就是，哎、欸，红蓝股东，股东说我在，嘴角干杯，嘴角干杯，好，我先吃个原味的，好吃。现在水饺好像大，通常一般的口味都是玉米、高丽菜、韭菜，对，不要吃。猫舌头偏怕烫，两位演一下不会自己吃东西，不会自己吃东西那要怎么吃？你们的碗一红一蓝，红蓝出 CP。老板娘偷客，这里面包很多。嗯，韭菜蛋。很营养，豆皮，不，豆干，有印尼的粉丝，嗨，印尼的粉丝，为什么会有导弹出现、嗯？对啊，为什么会有导弹出现？是什么？我们的哪个手有导弹？不会自己吃就是护卫的意思。为什么？为什么我们旁边会有导弹？我们吃个水饺而已，导弹个屁啊！原来是这个太……还是因为杨逸轩在，所以是导弹。哎、欸，杨逸轩，那个他在这边，又想把杨逸轩赶走。不会自己吃就是护卫，可以啊。但是因为我很怕烫，所以就是、嗯、我先吹一下。对，他要先帮我把它吹冷一点。把、哦、它就破掉了。修的，真的，躺真的。又是逸轩的问题。
不好意思。今天看了玄宇的发文很感人，幸福有时需要勇气跨出那步选择。嗯，就是其实我觉得今天发那一篇文是想告诉大家，就是很多时候交给时间，然后你可以学会等待，就会有好的东西来迎接你，就是不要急。因为我是一个很容易很急的人，所以有时候我写给你们的文章，某部分写给你们看，也是写给我自己。哎，我倒很可以啊，你先吃一半，还可以。你看哦，我啊，哎，我开始我变这样，因为按哪就是啊啊啊啊，然后就好吃吗？嗯，好，好。嗯，特别好吃，特别好吃。男生刚说什么？他头的味道，他水饺头的味道，不知道，看不到他的留言。不好意思，杨逸轩已经被我免疫屏蔽了。杨逸轩免疫屏蔽。嗯，哎，这真的蛮好吃的，懂吗？其实我也没想过来试试看，因为这五件没吃过。啊，我忘记他是哪一个。好的，本节目水饺没有赞助播出。他说水饺有我头的味道，小心。啥会？没 get 到。对。免疫屏蔽。屏蔽杨逸轩。这晚上安全帽。安全帽是这个。这个颜色吗？非常厉害。没有表情。嗯。当时不下有看到跟古装有啊，哦，带着食物够吃吗？我们带很多食物哎、欸，而且因为很够啊，对啊，我们还有带泡面。嗯，我们想说，那你这集也有吃到？我们这集也有吃泡面。对，其实一开始大家记得一开始我们吃泡面。狂欢的隔夜就是最适合用一碗泡面来开张，不然就这样讲吧。下礼拜老板们要吃什么？嗯，想一下，之后再跟大家讲。嗯，这个，那你嘴巴还有？不过我是油头味道，我也是。哦，因为碗的颜色跟僵持不像安全帽一样，所以水饺会有他们土的味道。好哦，免疫屏蔽。下次揪瓦吉跟池哥一起，鱼的晚餐今天也是泡面，泡面好喝哦。我们买好多泡面，搞不好等一下就吃完。我看等一下是水饺也会被削掉。我们就剩一些而已。对，等一下有没有削掉？我们好像有看到巴西，然后还有刚好看到墨西哥的朋友。哦 ，Hello。最选的感冒还没好吗？你应该是过敏。你是在这边才开始流鼻血？对，他这几天都还好，嗯，就来这边，嗯，笑一笑就好，可能温差吧，嗯，可能加上温差大，有没有下一阶段的挑战？我不知道，期待看到跟僵持不在一起直播。
没事没事，我真的没有感冒，就只是因为温差大，然后可能对啊对啊，身上空气应该很好才对，但就是还是有一点点鼻子痒痒的。嗯哼哼，完食，好吃，嗯，棒。没错，一起直播场面会失控，需要抱抱取暖的吗？来看星星的时候吧。主动都还大老讲大老实话，就我感冒这件事情，感冒这件事情，我周遭不管是我经纪人啊，然后还是跟我们一起工作的姐姐们，都被我传染，就唯独这个人。每天在我旁边，没事，可能吃到你口水，可能要握抗体。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东西，就是这个，知道你知不知道王美手手？哦，你说青鸟的戒指，哦、然后就是琉璃款的手链。诶，有一款很熟，就是有、哦、是一个巢。然后我是什么？它是一只青鸟，就是古镜款。还有，就是我们的周边好像前几天在Story Plus 就已经有开放可以购买了。那就是大家可以视自己的经济情况，然后如果你很喜欢我们的这些配饰的话，可以上 Story Plus 的网站上去看。另外还有一个也是最近出现的东西，哎，我们把它扛上来耶，加囊噔噔噔噔，没错，就我们的影视版小说也在微象文化可以去购入，然后好像很多的那个平台都有贩卖，所以就是大家可以看你习惯用哪些平台，你就去哪些平台订。那里面还有一张，嘿，但是我不知道大家在，呵，就是有一个明信片吧，我不知道这个会公开，我看行不行，我怕等一下。完蛋了！你刚已经打开是不是？我刚拿了一两秒给粉丝看。小编你们也没办法骂我们，sorry。然后我们就是这样。然后我自己，因为我是一个看书看很快的人，我已经把它看完了。我是想告诉大家，就是非常的，就是丰富一些。嗯，很多东西都补充到，然后后面的番外篇就是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嗯、对，就是如果大家要买到影视版小说的话，也可以开始购入。没错，可以公开啊！有什么你们不能公开的？嚯，股东都照顺，就是这个的，哒哒哒哒哒，超好看的，真的很漂亮。没错，然后今天其实这两本呢，为什么会把它带上来？是因为我们有争取到。我们要送出这两本小说，嗯，然后我们也会把水饺师写在小说的，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今天水饺师很棒啊，我们找个地方会把它写，一人写一本，然后两个人会签名，这两本小说待会就会抽出去给大家。没错，然后好像我们还要写水饺师的，大家都想写水饺，不可能这样写吧？这写了超久。很美啊，超美的，超美的。对，就是如果是想要的话，也可以自己去找平台，然后微象文化那边好像也订得到。没错的，不过没错，所以这两本书待会会抽给大家。对啊，多两本，因为我们只有办法写两本，所以叫说，哎，为什么？是因为夜吗？哦，然后我们上次是比什么？
要往前。嗯，这一段又变成两个人在玩滤镜。各大平台有些已经完售哦，真这么哇！大家，谢谢你们的支持，就是应该会补货吧？会啦会啦，一定会补货。就是如果平台上没有的话，再等一下下。是因为你的手一直在站吗？小说太难买都买不到，双站也会有特效。有啊，我上次有一次双站，然后就有那个烟火，棒！嗯，棒！为什么？嗯，为什么我做一个？你站，比岛站，对啊，为什么你刚刚那个岛？何比爱心有不一样的？何比爱心为什么会有不一样？为什么是这样？导弹有啊，导弹有啊。他说何比爱心有不一样的？借我你的手说。他好像要远一点，近一点。嗯，他是侦测不到。哦，有吗？何比爱心有不一样的特效？没有，就是没有。你们是被骗，气死！好像不够完整，还是侦测不到。刚刚水饺吃不饱，应该要继续泡面，很泡面放在我们的车上。对，等一下再去那边。爱心广播，没错。爱心广播，飞出去。手手可以外借吗？手手外借，你觉得呢？就是有人要借你的手手吧？哦，当然是不行啊！对啊，怎么可以？外界好容易被指挥，没有把上次一直引到气哇！他跟挺粉丝哇，就是 Hello everyone， 借我手手。何必爱心是为了给你截图？哦。所以我们被大家对话术了嘛？嗯，但是我们上次真的有比出来啊。你说合体爱心？对啊，可是跟刚刚那个一样啊。为什么合体爱心？好，这样有白的吧？好，推出去，推，耶！耶！笑死我！还有纽约的粉丝，那我借轩宇的吗？可以吗，老板？当然不行喽。对啊，当然不行喽。你会有这些想法呢？好了，下一道菜怎么还没有上？你们可以借这本书啊。前面说的角色互换有机会吗？我们剩十分钟而已。角色互换，然后我们等一下真的还有我们自己的行程。哦，对了，就是。我们在群组好像有看到有粉丝说好像知道我们在哪里玩，那我想跟粉丝们说，就是因为我们好不容易跟股东争取到我们可以自己出来，对，所以当然不希望就是你们打扰我们，但就是给我们一点点小空间，然后我们就会带着满满能量再回去宣传。蒙眼部分，蒙眼，大家现在是在许愿吗？嗯，哦，好，股东，你这个小怪怪，在那边，他想说放你们出去玩，怎么可能就这样让你们结束？对，哦，厉害，怎么可能？好，来，好，就是换你蒙眼是不是，我蒙你眼，对，换你蒙我眼，对，然后我要这样，反正就假装这个是沙发。小心哦，这个小心，这个对，我很怕。那我们往后一点点，因为我是慢慢步步逼近，步步逼近。那我要倒下来，不用，不用倒下来。好了，那我还要倒下来，这个我已经好啦，我们就给大家一个蒙眼截图，好了，好不好？因为
这边其实我们空间有限，而且我们下面是木头地板，真的把它塌掉。好，那再过来，你要再过来，那再过来，给大家一个很好的位置。这里好，不愧是股东，亲下去亲。你们真的是是这样吗？然后我说，他说，你这个台词是什么吗？台词是我想一下哦。我说老板，啊，你太单纯，这样很你太怎么会被欺负？这样很容易被欺负的。谁要欺负，然后就亲上去。嗯，你太单纯，不是太单纯。对啊，你太单纯，这样很容易被欺负。好好好，所以我要说，老板，你对，就是我一开始说老板，然后我说你太单纯了，然后被欺负。他说谁会欺负？OK， 好，再去他，就从第一段来，对对对，好好好。老板，你太单纯，这样很难被欺负。老板，干嘛？老板。对啊，没有运动，心跳也可以这么快，笑死！哦，是你太不懂人心。哎，我大家台词比我们熟，看不到，看不到。什么啦？其实我们也不知道，收音收不到。哦，对不起，我要换另外一边是生命。我要换另外一边，为什么？为什么他要换另外一边？啊，因为反，因为他现在是镜像。哦，我们真的是很努力要完成大家的看不到，看不到这里，头要换边。收音没收到，对不起，因为收音超远。那我要大声一点，老板。我们大声一点，对，是的。好，莉莉心脏在左边还是右边？我知道了，左边啦。哎、欸，所以我要摸这里，对不对？不用，你就摸正常的，反正是镜像的，没关系啊。没有这样子右边，全会挡到前方。心里面那一边啊，心这边，我知道他们要干嘛了。他们想要看。他们想要看，他们想要看我头没有遮到的这一块，就想看这一块。哈哈哈哈哈！我是太笨。好，老板，太不懂人心，张很容易被欺负。谁会欺负我？哈哈哈哈哈哈哈！欺负到了吧？在运动，心跳也就跳这么快。好闹啊！真的很笑。说什么？他说我还是适合眼光。他说反过来感觉就像是大狗狗讨拍。欺负我！他为什么这么好？竟然是带着邪恶的笑离开。错，有点呆。没有吧？那有呆。对啊，那有呆。怎么会呆？还没有呆着的很喜欢。好，那我们今天最后我们是要来抽那个抽什么抽我们的水饺师叔叔。那你要想，就是我们这礼拜的关键字是什么？这礼拜的关键字，
好，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等一下我讲完，然后数三二一。嗯，好，嗯，就是我们今天介绍了哪三个东西？啊，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刚刚的，就是直播的过程，我们介绍哪三种东西？东西就是跟我们相关的，哦，饰品跟书。好，三二一。吹牛耶！来看，我们来看，我们来看，我们来看，为什么大家写水饺？好，有了第一个。Nina K R 这个 Nina K R 就是要截图，这个我念截图。好，好，然后第二个，你再找下一个。我们一起先一起看一个远方，不然你出一题啊，哦，你再出一题就好。不行啦，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看远方，你们现在赶快继续讲，就是我们今天介绍什么东西，然后我们现在看的远方，那我们聊聊，我们可能往下看，就点到那一个就是哪一个这样子。大家继续写，我们今天到底是讲什么？我觉得我们的小说真的蛮好。然后月光老师真的把我们很多东西写得很细腻，嗯，对，就是很多可能我们影视上面没办法完整表达的东西，在月光老师的文字里面把它呈现得很好。嗯，好的，所以我现在往下看，这个 SPAR Sparkle Star N， 恭喜你，这是一个圣诞树哦。对啊，圣诞节快到了，好。那就是恭喜，刚刚我们第一个是 Nina， 然后第二个是 Sparkle， 对，对，没错，谢谢大家，我们下周见。太快，我们等一下还要去在这里吧，我们要写，我们待会车上水饺师，不行，我马上去看星星。对啊，我先去看星星，会在这边写水饺师。你要写在哪里？应该第一页吧。很多位置超多，所以在这边啊，这样，因为你不肯写在这里面。哦，是不是？可以办签书会吗？哎，不然就写在包水饺那一页。好，我们来找包水饺那一页，然后如果那一页有空白，我们就会写在那。大家会不会不开心啊？我说你干嘛写在我们？写在啊，不然就写在第一页啊。哎、就是欸，还是我们写在这个后面哦。但是搞不好有的人哦，好吧。好了，我们要写第一页好了。哦哦，股东提醒我们，记得要截图时间吗？哦，好、啊。看星星会有认证照吗？等我们俩会不会有星星，好不好？嗯。写在第一页比较好。好，第一页，谢谢大家建议。截图，那我们截图时间要干嘛？我们来，我们现在不好意思，水饺我们吃完了。还是我，我还留一颗哎。好，那我们就大家截图吃水饺。这样对吗？然后技术会没有光，好像在前面的。嗯，不好意思，我今天大点光。有吗？好了，应该有吧。有，直接吃。后车眼睛怎么遮啊？等会我吃掉了。我吃掉了。啊，不是，我已经吃掉了。我刚刚看到别人什么吃掉了。啊，他说我们锅子太大。他又是吃水饺吗？对啊，他水饺被我吃掉了，对不起。
该指的食物手势哦。该指食物是什么？让我们再回去想一下第六集有什么，我们会在 IG 上再告诉大家。反刍太恶。六集就是那个嘛，所以你遇到那个，然后你们、没有吃的，好像都是有，只有喝的，有吃的，我有吃。第六集就是你来，好怕爆雷哦！我在等你，然后开门。然后阿仁准备放着，然后啊，好，没关系，我们第六集就知道了。那个股东真的是，我跟你讲，因为我们真的很怕爆雷。反正股东讲的法式牛肉面，我们是牛肉面的创意料理。对，法式牛肉面。对，让我们没办法，我们现在只要怎么生出法式牛肉面，太难了。法式牛肉面，我们再看看吧，下一集直播。你知道台式牛肉面跟法式牛肉面的吃法有什么不一样？台式牛肉面是用筷子、法式牛肉面是用叉子。就是为什么台式牛肉面？好，我举个例子。我们台式牛肉面这样子，泡菜啊，对，酸菜的，对，然后呢，法式就会，法式吃一碗牛肉面要花3个小时，台式10分钟，这时候就要说，这就是台式跟法式的差别，真的是傻眼。你到底要去哪里买法式牛肉面？好了，法式牛肉面好像有，好像台北有牛肉面的创意料理，但就是我们也交给小编，小编还在线吗？小编有听到吗？我们下一辈可能需要法式牛肉面的吃播。好啊，小编绕跑，小编先说，不跟我去，因为现在有乔姐在监督，所以，好，不然就股东帮我们准备一下法式牛肉面。是啊，这就是台式跟法式差别。问号，全世界问号问号。至少不是在地牛肉面，对，至少不是姚顺宇的在地牛肉面。有人说放他们两个就两人世界啦。啊，其实时间差不多了，9:34。好的，非常谢谢大家，今天。看着我们吃水饺，然后也因为我们自己跑出来玩，所以很多粉丝就说为什么已经连两个礼拜没有下班录了，真抱歉。对，但就是他就说法式牛肉面得法式接吻，所以你们吃传统的就好。没错，笑鼠股东真的是很可爱，也谢谢我们股东，就是很努力的在。先看我们有没有乱讲话，有没有乱爆雷。真的，就是每次直播都有股东跟大家一起互动，然后大家也在下面，就是会提供我们很多很好玩的东西，很棒。然后只能告诉我，为什么？再比一次。哎，好了，又开始玩特效。就是第五集大家看到的剧情已经到一个很大的转折点，那第六集开始会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保留席位给大家，那也开始会有一些挑战，一些关卡要我们尽力一起去克服，所以大家可以跟着我们一起。那如果你还没看第五集，赶快在看完直播之后去补看，因为第五集真的就像大家讲的非常的甜。没错，就是
就像我讲的嘛，你就信我一次，就是云霄飞车已经到目前，啪上去要准备，哎，跟着说了。对，那大家就自己去好好感受。那像我们刚刚讲的很多东西，我们之前的集数也都有一些铺垫，大家可以在以前的片段里面找到我们想要表达的东西。嗯，没错，没错，对，还没，一定有很多人还没有去看，还没看第五集，对不对？所以等一下花点时间，今天周五的夜晚，希望大家也能开开心心的哟。没错，然后我们还带他去看看能不能还能不能看到流星雨。对啊，然后反正这一天我们就是过得快快乐乐，大家也要过得快快乐乐，然后我们来迎接幸福的十二月，接下来就是2024年了。耶，拜拜，我们会陪着大家一起哦。好，拜拜，大家晚安喽，晚安，拜拜，拜拜。然后记得保存，我要记得保存，我要记得保存，我要记得保存。